好，现在杰森老师要跟各位介绍香格里拉饭店的早餐。OK， 好，一样啊，跟之前的那个 Duty's Honey 差不多啊，它分了很多站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光是面包就有很多种。啊，这个其实比之前我们的啊香格里拉啊那个什么菲律宾饭店的菲律宾 Hotel 还有另外一家。感觉比较精致一点，不过种类还是很多啊。它这个是水果摊位，然后呢有专门厨师帮我们切水果。然后啊，这是水果沙拉，哇，切得好美哦，这应该是香瓜的凤梨。然后啊，沙拉吧，还有。这应该是冷盘啊 ，cheese， 蓝莓起司 ，OK， 还有啊，这应该是啊，章鱼烧，我看好章鱼烧，好可爱，这日本食物 ，OK， 啊，日本食物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前往下一站。现在我们从 Noodle Station， OK 啊，这是面食区，啊，有很多的配料可以自己选，啊，厨师在帮我们做面，他这一桌都是亲自帮你烹调的。Good morning。啊，这是果汁区，哇，整排的果汁。然后再来是烤肉的烤食区 ，BBQ， 还有炖物，很多炖物。然后这里是应该是 cereal。啊，这是美式早餐区，还有这是中式菜区，厨师在帮大家炒牛肉，哇，看起来好吃哦，哇，应该是红酒炖牛肉。然后这个是在帮他煮 omelette。这是中国菜，啊，各种汤品。Good morning。啊，这个是哇，这应该是他们当地菜。然后呢 ，OK。那我们现在介绍最后一区。啊，这应该是点心区，好可爱的小糕点。没有哦，冰淇淋，哇，早餐就吃这种这么丰盛，实在太扯了。哇，那个 strawberry 看起来好吃哦。green tea， 哇，这都是现煮的，面包都是现弄的。OK， 然后大家放在加热，帮大家都不会冷掉。OK， 好，这大概就是今天杰森老师跟大家介绍。香格里拉 Edsa 的早餐 ，OK， 非常丰盛，甚至比昨天我们在维京 Viking Buffet 吃的还丰盛。这边除了丰盛还更精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在五星级饭店吃饭的原因。OK，